这是卢布尔雅纳，这里绿意盎然，并且很美丽。感受城市的最佳方式是使用卢布尔雅纳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要拍照发朋友圈吗？或者你喜欢咖啡和印象派画家？或者你更喜欢科技产品，比如全世界最古老的木轮轴组合？这是在卢布尔雅纳沼泽地发现的。这都不重要，因为前往幻觉艺术博物馆、国家美术馆以及卢布尔雅纳市博物馆的门票都包括在内，还包括其他19家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门票。你在寻找自拍的最佳地点吗？找到了，卢布尔雅纳城堡包括在内。你喜欢看风景但讨厌爬楼梯，那就乘坐缆车，也包括在内。你想解开42号塔的谜团吗？乘坐1、3或8路公交车去蒂窝利，然后上山。是，你猜对了，所有城市公交车包括在内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不是一个传说，这里曾经是滑雪跳台。你喜欢大自然，那就骑卢布尔雅纳城市自行车，包括在内。冰探索纪念和友谊之路，它环绕着卢布尔雅纳。或者你不喜欢树、人和船，顺便说一句，乘坐这艘船和这艘船包括在内，没问题。有了这张卡，你就可以使用所有的 WiFi 了，甚至是这辆电车也包括在内。访问 visitljubljana.com， 看看它帮你省了多少钱。可在线、在机场或在卢布尔雅纳旅游信息中心购买，